立起来，升起，这个音是往头顶上去的。啊，哦，啊。但如果腰部放松的话，就不要把下面提起来。腰不够放松，你就要把腰压下去。哦。哦，多认识，多注意你的下腹部往上腹部去顶，就这个肌肉它是连通的，神经也是连通的，上下腹部，你的下腹部往上腹部上去顶到，你就觉得肺的呼吸会不舒服。这个上腹部一顶，那个横膈膜就直接的往上去压迫我们的肺部。嗯，好。等一下，就肺部被憋久了，就有点感觉一下子就可以完全的，就感觉那个气球全部把气放完了，突然一下子他又想全部饱满起来，就感觉哦，对不对？还没死。Yeah。Right. 在吸的时候就横膈膜还有肚子子宫这一边那种感觉，那一路的那个路径哦，你会有感觉。就是突然的刺激，我们的横膈膜如果不专门练习，你又不是潜，你又不经常潜水的话，其实它就会越来越松弛，因为你不用它。肌肉它跟语言一样的 ，you use it or you lose it， 你不用它就失去了，慢慢退化。对对对，因为它长期不动嘛，它就在那里就，它就不需要把它变得更强壮，甚至身体都会忽略它。那你的忽略横膈膜被忽略了是很麻烦的，容易到后来的时候。胃下垂，还有就是你整一个心脏的，就是心率都上不来，因为它这个很重要，它在那个位置，它托住心肺，然后呢，下面连接我们的胃部和肝脏，它在中间这一条，这就是这一个桥很重要。如果这个桥往下垂了，往下掉了，没力气了，就上下的连接就会不好。你看我们的内脏。没有太多，它这么重，就像我们每天吃东西可能吃好几斤，它没有其他拖的东西，除了内脏的一些油，油是往下掉的。那这个膜是横在这里，它是一个桥，它把它架起来、托起来的作用，它非常重要。所以你也看到很多喜欢潜水的人，他显年轻也是这个原因，他的横膈膜很强壮，他把肝肺的这些托得很好，这个桥很好呢，就会造成肝肺的这些代谢都很好。所以你会看他皮肤也很好，人也显年轻。其实潜水的第一节课就是要练横膈膜。他如果横膈膜的收缩度不够，他下到一定深度的水里边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呼吸的。那时候你的肺是被压迫的，你呼气就像带氧气罐，你是吸不进去的。好多这个带了氧气罐就进去，你吸不进去，那个水压太厉害。那是要看我们的肌肉或横膈膜去。硬往下沉，让他把空气、把氧气罐的氧气吸进去的。我之前是认识了几个就是潜水的学生，我才知道。他就说你可以去潜水，我说那我先去游泳吧，我游泳都不会，潜水估计也困难。所以这个横膈膜还有我们的就是这个腹横带啊，就腰部的这两个，它是一个。桥架的作用对我们的身体至关重要。如果你的下腹部下垂，然后呢，你的子宫它就不会横在正确的状态。
然后呢显示出来呢就是我们的会阴会松弛，因为它往下就松，往上就紧，往下的空间很大，它就会松，一下水就会松。一下水最主要是它代谢不够，所以它每个月代谢新细胞的时候呢，它就没有我们本来的细胞那么强健那么有力，而且会细胞数量也会有一些变化，那这样子它就造成它越来越松弛，就紧的更紧，松的更松，就有点像是现在越富有的人就越富有，越穷的人就越穷一样的，就很奇怪，身体都是这个原因。你现在把它练紧了，你慢慢的，你以后你不怎么练它，它也会更紧，它就是感觉你有一个它的代谢上来了。你看，经常看一些他经常很自律健身的人，他们到50-60岁，保持的那个身段、那个肌肉量、那种体力和精神，都比就是有时候比30多岁、40岁的人还强。这10年、20年差很多的哦。有些20多岁、30岁，上个山喘的不行，那你看他经常锻炼的人，没事儿。我是20多岁的时候，就是那时候刚开始练习的时候，真的上个山喘的不行。我经常同我的一些老师他们爬山，我觉得哎，他们怎么不喘，就我一个人要歇一会儿，他们就说哎，你可能天生体质不好。发出这个声音啊，发到后来的时候，你会发觉这个声音后面的那个陀螺共振的音，头皮会麻麻，然后就已经是蜜蜂的那个声音，既然是蜜蜂那个声音了。而且有个内在的检测，这个震动如果对了，你的整个细胞就会往上滋养你的身体，就整一个过程，你会觉得不口干舌燥。如果你还觉得口干舌燥，说明中间有一些年纪还没到位，内在的东西很容易解决，你就算有点自觉去关注到你应该关注的一些部位，腿麻是正常的啊。我们五脏在锻炼五脏的时候，它的血大部分的血液都供到我们的内脏了，所以呢我们的腿麻手麻都是正常的，有时候拐在这里半天之后，我的手一下子会动不了。身体会很聪明，它自己会调节，你只需要给它一个提示或者一个有力的工具，让它可以连接就好。我们这个身体4年很久了啊。安利斯也是要把下腹部往上腹部上去推，你的下腹部完全完全完全可以收进去，收到就是收到骨盆里边去。当你收到骨盆里边去了，我们的子宫其实有拳头这么个大小，这个它才会缩，它会缩得很小，它会缩到我拳头里边给握得住这个大小的。好，是啊，在缩的时候都有感觉哦，都有感觉。但是你要收到极致，就什么东西练到极致才有用。收到极致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子宫里面的血液循环会加快，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会排出来。还有就是呢，我们的会阴会出气，它会把里面的废气排出来。这些废气都是一些细胞了，气体也是细胞，也是一种分子原子团。废气、废血里面的废物都会留在里面，都会有问题，排出来就没事了。嗯，好。